不止让人变快乐，血清素的六种功效告诉你。为什么人心情会这样起起伏伏的？因为人体内有快乐荷尔蒙在大脑里调控着我们的情绪，那就是血清素。血清素具有放松平衡情绪的功效，如果血清素浓度低，就容易生气、焦虑、沮丧，严重还可能引发忧郁症。所以不少抗忧郁药物就是在提升体内血清素。所以心情一直好不起来，可能是因为血清素失衡了。对，除此之外，很多人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暴饮暴食，就是因为血清素缺乏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向大脑传递饱食讯息，所以不只会影响心情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材。没错，而且人体内有8到9成的血清素是由消化道分泌产生，肠道的健康大大影响快乐荷尔蒙，所以肠道好，心情才会好。血清素还可以帮助伤口愈合，增进学习效果，帮助睡眠哦。平常只要从饮食中摄取色氨酸，像牛奶就含有不少色氨酸，还有保持运动习惯可以活化血清素系统，晒太阳也可以促进血清素释放。血清素 serotonin， 血清素 serotonin， 血清素 serotonin， 快乐 행복， 快乐 행복， 快乐 행복， 忧郁症 우울증， 忧郁症 우울증， 忧郁症 우울증， 色氨酸 트립토판， 色氨酸 트립토판， 色氨酸 트립토판， 晒太阳햇볕을쬐다晒太阳햇볕을쬐다晒太阳햇볕을쬐다